跟七连铁骑，今天就要这个活动。好，这个仪式是一个最新的活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很像以前也没办过哎。来，西凉铁骑的活动内容哦。然后你们就是点这边可以去抽，然后这边有它的奖励啊。活动内容与奖励这样子。那主要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第一名的奖励，第一名可以获得马超哎，我的天。哦。然后，姐姐陪我放风筝。大人，你有何吩咐？今天就教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，然后你去把我们的这个弄一弄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欢迎加好友。为什么突然那么多人加好友啊？欸，那我可以对世界吗？啊，刷个存在啦。啊，我打得暗暗。靠，我肚子饿了，赶快玩一玩。赛季就卡在这边啊。终于，好，这些玩法就这样。大家应该很懂了吧？就是游戏也是很成功的手游。嗯，那我生产者按不出来。哦，十次这样子。哦，操！又是挑战书。哦，我就没有仇人妹，烦死了。绿色的打不赢啊！有了吗？哦，血，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哦，惨了惨了，我卡关了。谁可以让我使用挑战说一下？所以各位平常就要走做了哦。各位观众，你平常就要看有没有挑战说可以点。等一下，我当机了。哦，哦，这是全新的登录画面啊。那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哦，只要去解这个。哦，军房。哎，我们上次是寻到一个新梯子啊。举一反三，什么鬼？咱们今天影片呢，主要是在讲那个新活动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新活动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这边你们就是哦，每天接了六个犯人，全部都去收押一下，所以应该是要点六次了。拜拜。